件事情，七人联盟重生了。特殊，大哥，刘汉，伟大，蹦两下，喝两口，活跃一下，吃龙江散，打开 GoPro， 我们都是零零后啊，我们都是零零后啊，我觉得来看我们都是喜欢音乐的，喜欢音乐的不分年龄，表达的就是我们，绑带。那我就十几条手绳都在。这个手撕的无袖，你里面也撕了吧？我也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鞋子吧，一个字敢。最好的单品是自信，灵魂，做自己。那不对，鸡蛋。为什么？我爱吃鸡蛋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他爱的东西就是时尚的东西。没有定义，很多种都是少年，就像我们五个都是不同的个性，但我们五个都是少年气息都在的。夏天意味着巡演啊，对啊，冬天写夏天巡演。对别人宽容，然后也对自己宽容一点。他成长本来就是个问题，有点沉重，就玩野蛮生长吧。歌词里面有一句，不就是说平行宇宙，就是说平行宇宙跟另外一个我，我反正是信的，反正我经常会想那些天马行空的东西，世界上是存在的，而且他可能也在看你，或者你以后可能会看到他。那我去平行世界里当 rapper， 我去平行世界里面当越南人方程坤，就是去啃萝卜，去叼萝卜。我现在我的宇宙挺好的，我去当键盘手。那咱俩的平行时空互换了，我直接时空互换了。我不想去。你早点，精彩，精彩。现在的你还好吗？觉得吗？现在的你还有音乐节跑吗？现在你们的冬天和夏天都在干嘛？可遇不可求，确实，我们七人联盟终究在一起，努力是为了让我们运气失灵的时候不要太劳累。哇哦，我帮你记下来。我还要努力，还要努力。你润奇雨露又下来。救命！我还存在。我就觉得这算有效同意，无效同意。马上你 OK， 好嘞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小红书。